瓶水要$2。哇！现在来吃早餐，星巴克24块美，三明治，这是有蛋跟有培根，非常的美式早餐，完全就是可可魔法设备。接下来去搭地铁，哇，看起来非常的纽约。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说我爱捷运了，捷运好赞，真的臭臭的。观光客现在来到 NYU， 这些都是他们的教室，哎，那一栋是，这一栋也是，这样可以走太远了吧？超大！美剧里面学生上课要用跑的，是真的。早知道就带一本书来了。请问你这瓶水多少钱？2块。我觉得美国的水有点贵。这水非常难喝，硬水。这里就是影集区，好漂亮哦。对面是纽泽西，把大海的另一端都杀掉的话，那会是自由吗？哎，真的有自由，哎，那是自由女神像。对啊。哎呀，嗯，有人直接躺在这里，舒服吗？舒服。这瓶水要多少钱？2.5块。4块。我在美国买最多的东西叫做水。哇哇哇，超级富海绵宝宝，$3。哈哈哈哈。色素本人呢？它有多难吃？美国食物。观光客第一次在美国吃薯条，我要拍下来，超不好吃。没关系，我是观光客。你们的人生清单应该有一条在美国要吃薯条吧？还行啊，你们太夸张了，就素食店薯条吗？连配餐都有大份，我们三个人他们给我们10个司康，是很好吃的司康。用手比的话，听说来纽约一定要吃的观光客龙虾，好咸，你不觉得吗？猜猜我的第一名是谁？司康哦，免费的司康超好吃，好吃冠军。含小费的话是$65。以观光客名店来说，我觉得没有很贵，可我觉得它的龙虾让我有点小失望。观光客第二站，大都会博物馆。好了，真的好了，我照到太阳就会死。我是爱德华。太漂亮了吧？那我要发疯，他们就在我隔壁耶！我真的要发疯。我开心到快发疯！哎，现在到了埃及区，我很快乐，我很开心。哇哇哇！你有小小波了，亲眼看到之后有点小感动。哇！嗯，那个是冥王，都没有荷鲁斯之眼。我觉得小可惜的是，他们都没有细细的介绍他们是谁。东西很多，但介绍有点少。这是阿努比斯的爸爸。你好。越大的人代表地位越大。这些有出现在埃及料理史王，这就在做葡萄酒，处理鹅肉。我找到我答对了。进去之后会马上感到不舒服，是真的。那个威压感很重。我不知道是东西摆太密集还是。对，有点太密集。我不行，我追曲真的好晕哦。古时候的防弹背心。尼后呢？佛修斯头上的头是梅杜莎。镇馆之宝。镇馆之宝。票价是$25，我觉得很值得，花掉一整天的时间。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赞。我想体验在美国街头叫计程车的感觉很久了，我超想体验的。Yankee Stadium， 大家不在洋基球场，为什么听到是去球场都说没办法 ？Hello， Nice， 洋基球场。今天的票超贵，因为今天刚好是基特被引进名人堂的仪式。满场超多人，进场还有送纪念品，我们坐在超边边的位置，然后还有40美。这张是我在美国看球那个最贵但是最便宜的票。看来奥迪出很多，大鸡桶40美，洋基的啤酒现在要16美。我正式宣布，它就是球场食物。看完球赛的我们，现在要去当酒精猛兽。礼拜五晚上的曼哈顿真的不一样，路上人超多的，大家都看起来很醉。哇，满满的大麻味。哇、wow, 好历史。好浓，美国酒不用钱呢，根本就是把西瓜拿去泡威士忌长大。香菜吗？一片是$5多。我有个人生清单，来美国吃披萨，超胖，优格加鸡肉，真的很好吃。还敢说你来自纽约？在美国跑吧，耳朵都要聋掉，音乐都放超大声的，讲话都用吼的。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，Body Water Shop。
Hey, you got your fucking nerds. Ah, pick up your wand. Evil. Her heart is cold. Cold to die, my ex-girlfriend. 1, 2, 3. How about a cannibal? 看来我们变成常客了。再带一杯 free shot。我们结束我们的酒吧巡礼了，然后霍是今天最后一天在纽约。来 studio。很久没见了，很开心。在纽约这一天很开心。去小心。拜拜。回德州。我正式宣布，我太老了。我26岁，不仅不能当里奥纳多的女朋友，还不能连续两晚喝酒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身上多了一些伤口。我现在是孤独的旅行人。好怪的画面，不要，请不要看，请不要看。这个大淤青是怎么来的？我今天起床，我身体真的好痛，还有一些小擦伤。我是乡下的淳朴女孩，点了早餐，花生草莓吐司、抹茶拿铁，这两个是等一下要拍嘟瑞瑞的东西，所以他欠我钱。大家知道这样要多少吗？我真的要发疯，这样子要50美金，纽约好贵的，贵的要死。这很像我家的鸟会吃的东西，我家没有养鸟。我一开始在点的时候还想说，哦，外送费蛮便宜的，就只要0.5美金。结果这里的 Uber Eats 也要给小费之外，他那个税加上去，我真的是警察局，我被抢了。我的早餐吐司上面有花生酱跟草莓。我妈妈看到这一段，看到我花50美金买这一餐，她会有多难过？小时候不是这样叫我花钱的。可是好好吃哦，原谅。何荣平，会有买吸管，吸管请出来。好的。哦，嚼，超没味道，超健康，是非常健康的抹茶拿铁，无糖吗？我是点健康的店没错，但是它实在是健康到吓到我了，好清淡，很不错，我都已经做好要喝天的那种心理准备了，就它超清爽。这样到底要怎么卖到50美金？这样，我好像我爸一直重复讲同样的事情。看看谁是紫色的，超不好吃。美国也是买洋芋片送空气耶。我现在去买热狗堡跟蜂蜜酒给我。好，全部都买吧。现在要来付我给间谍的费用，请他喝蜂蜜啤酒，三杯奶油啤酒，一个小蛋糕，一个魔杖分类帽的饼干，这样62块美金。我觉得奶盖蛮好吃的，但是我们东西要小心了，小心他会不会在台湾开分店？好难喝。都完全是观光饮料。我也要。OK。干杯！他这看起来超不想理我们。我觉得奶盖跟那个汽水本身是两件不同的事情。他不觉得有点分有点开吗？没有。这里只有你在认真看，我们都是 YouTube， 我们都在拍摄。对啊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你会想说挡一下？哎，帮我拍。我这可以不用买，我觉得是台湾吃的到。这纸是可以吃的吗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算是好吃的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最好吃的巧克力啊！都吸完了，很明显我是大成功的人。我要先来退房，然后晚上要去住都瑞瑞那边。美国花太多钱，我要叫他出我的住宿费。在离开之前，好好的拍一下我的1万700美的饭店，有一个镜子，有一个桌子，哒。好，这是一张双人床。走进来有一个装饰用的东西，哎，这是我使用的毛巾。好，里面有个冰箱，但它是锁起来的，它不让人开，哎，好可怕！我还是不要开好了，这种都很可怕。浴室很不错，至少蛮大的，还有马桶。我开箱它都不用700秒，但它一晚跟我说700美金，真的好贵。我现在要去看都瑞瑞的最贵 Airbnb。你是怎样啊？这是 Dad， 这是我们的民宿。对。你说一晚多少？3万。我现在觉得花700块美金住饭店，我是白痴耶。这里有4层，4层都是我们的，都是我们的。我真的要气死！盘子大代表，虾芒大高手。我光是爬楼梯就好累。这个是大王的。等，为什么他连厕所都超大？他厕所比我在台北睡的地方还大。我不会讲话了。这个是主人一般会睡的房间，但他锁起来。可怕欸！你确定这房间没有监视器吗？会不会国定杀戮日开始啊？想一下，你有办法住一个房间住那么久，然后整个房间还长得像样品屋一样吗？那些摆设合理吗？检查他眼珠。对啊，这个他眼珠是不是摄影机啊？有三个房间，剪刀石头布。我现在有点害怕了。你大房，跑去小房。大概还有蒸汽房。嗨。对，还有那个运动，等一下。他有自己的健身房哎，他还可以蒸自己，好可怕。等我，我不要
要自己下去，你等我啦，我觉得里面会有电锯，都瑞瑞你等我。哇，他的厨房很漂亮耶，这感觉很适合开趴耶。发现这个屋主超爱上厕所的，因为他每一层都有厕所。都瑞瑞买这样的房子给我啊，有钱人的感觉。主人有没有缺女儿？现在投胎可以成为他们女儿吗？好香，真的好香，六十美吧。可以吃了吗？ No you can't。我说可以吃才可以吃，好不好？我要发到地下室，完蛋了！大仙平常都是这样跟我讲话，大家都欺负我，不让我吃饭，我一定会吃透的。哇，beautiful！炸排骨炒饭，猪排能巨厚。嗯，你不要撒到处都是的炒饭，它有爆香过，整个可以媲美鼎泰丰的蛋炒饭。他只想台湾热，我想要可以安心搭捷运的感觉，走两步就有便利商店。盐酥鸡，对，没有果皮，干嘛？盐酥鸡，你怎么可以吃这个反应？它值得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请让我再一遍。真正的。感觉他也蛮厉害的。哇，对啊，布鲁克林是什么？亚洲菜的天堂吗？点了两个粉，两杯饮料，这样要$55。看看谁是跳冲小天才。啊！神秘的魔法！哇！你要吃我们的粉吗？好啊。我的面整个一坨了，哎。好恶心哦！这是什么？是青菜粉吗？这是什么沙拉啊？鸡肉粉。全部倒进去是真的很夸张。对啊，哦，汤头蛮好喝的，但是我觉得我汤要给大声。我被反弹的汤滴到眼睛，好痛。我也觉得台湾料理大胜。大家如果想看台湾料理的话，记得到大仙的频道哦。你说不定用明年才上这支影片，你剪片效率是不是那么低？我认真怀疑。实话，这实话。对不对？我要提早你的那个惊喜。大爆嘞！大家不用看你惊喜影片，大家已经知道了。明明就有味道！哇塞！看细看才发现枕头上没有狗，吓死我！我刚以为是一堆吉娃娃。今天就这样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早安！我今天起床收到通知，我的卡被锁了。好麻烦，我们没有电话，所以。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锁卡，应该代表我可以骗家骗家花大家的钱。你们两个一大早就给我压力耶，谢谢你们帮我洗棺看书。传说中的 iHub 嘞，30块美金，对，含所有费用，这已经是我们最近吃的最便宜的一餐，因为只有一份。我们已经穷途末路到只能买一份，我们三个人的卡都被锁了，真的只有一副刀叉。泡火腿，哇，跟松饼本人，我的松饼好像是这样。麦当劳松饼厚一点，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吃这个分量真的刚刚好。一个小早餐，因为我很期待这种马铃薯丝。我觉得薯饼不普通，这个房东连卫生纸都用超厚的，擦屁股不会流血。大家现在都在拍片，我们真的是 YouTuber 哎、欸，好可怕哦、喔！好像国外那种 YouTuber 住在一栋，然后24小时都在拍摄。美国经典早餐合集 ，Dunkin' Donuts， 它是我买下来最便宜的一顿哎、欸。哦，它分量很小，这样子而已，超级小的。这是我的手，然后这是它的饼，还有5颗小甜甜圈，这样子是$25。喝完一个，很甜。iHub 的咖啡比它好喝10倍。这是我的饼，内容非常简单粗暴，蛋肉起司，它很好吃耶，肉排很有味道耶，我要给肉排一个特写，它值得一个尊重，肉排超好吃。这是什么？这太小了吧？是儿童餐吗？我的肉排有点干耶。哈，甜甜圈吃吃看，哇，超甜，超甜又超干，超嘴巴沙漠。天啊，这饮料配好赞哦、啊。这是什么？它是抹茶糖浆哎！哇，好甜哦！大家真的要选的话，吃 iHub。阿弟跟大仙去搭直升机了，但我会怕，我不敢，我不要搭。边工作边吃我的牛肉面，牛肉面跟珍珠奶茶。哇，它怎么有点药膳味？面本人，神秘酷汤倒下去。哦、啊，有酸菜先加50分，我真的是亚洲嘴，这样子就要$30，珍珠奶茶。我是点3分糖，希望它不要很甜。奶味很不明显，可是珍珠蛮好吃的，珍珠有嚼劲。来吃牛肉面，吃牛肉面，有点半筋半肉。哇，肉很好吃，这里就是台湾牛肉面的肉哎，真的超级好吃。嗯，但我觉得汤头有点太咸了。
那也还不错，它卤蛋做的有点像溏心蛋。昨天炒饭真的大胜。我现在一个人在美国的街头是勇敢冠军，因为我要去找吹风机。我们的很贵的 Airbnb 没有附吹风机，所以大家昨天都没有吹头发就睡觉，头痛一整天。找到吹风机了，$36还可以接受。加税之后要$50，送给那个房东。对，我会送给那个房东。然后房东就很感谢你，然后就是愿意见我们，把我们认养成他的儿女。没错，陷阱的开端，爱情的骗子来了。现在要去看《汉密尔顿》，是历史饶舌剧，超期待！我超期待！我超期待！我超期待！人超级多哇！大家就要在我面前开眼，我要发疯！这种东西果然是要看现场，比较有那个震撼力。真的，我在大姐出来唱歌的时候，竟然感动到有点想哭。时代广场晚上版本，我觉得半夜的比较漂亮，晚上的人好多，好可怕。什么东西都要再加一层？他想要偷搂我。哎呦，好恶心哦！难道你相信吗？花了双倍，然后不知道一个柠檬汁，你会生气吗？柠檬小点心。哦。阿妈脚才会出现这味道。It's good to drink。完蛋了，他就跟迎宾饮料一样，他在 double check。这是前菜，好咸的小黄瓜，它有一股草味，我真的不行。我觉得它吃起来像鱼饺，鱼饺的好廉价哎，是好吃的鱼饺哦。你刚好吃，可是上面这是小黄瓜，向日葵，哇，味道很重哦。这个口感完全是春的泥土里。有服务生，我只能这样点头。我在这边向所有观众致歉，我本人好像真的只适合吃泡面。汉堡，就是我真的没有那个蜜。Very innovative and refreshing。哇，我多会点，人在美国还要再点第二次台湾食物，太厉害了。太想继续吃这家炒饭了，但我没有想到鸡肉口味有加青菜烧鸡。但我没有想到鸡肉炒饭会有加香菇。你不吃的东西也是很多哎，香菜不吃，香菇也不吃，我还不吃亏啊。鸡肉是长得好像甜不辣、哦，还是很好吃，这家真的很赞。那、它是怎么做到的、啊？日立分明，软硬适中，日日本吃饭现场。好烦哦，好累哦。相机还掉了，好可怜哦。我们可以放过自己，放一下、啊。我要停了，要不要放松？要不要放松？三个一起停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赶快？三二一，大家早安。我已经要开始工作了，壮得跟牛一样。阿弟跟倩都还在睡。香蕉、巧克力、草莓、法式吐司，每锅都会附一堆糖浆跟奶油，真的超级多。哇，草莓好多！今天草莓本人，很好吃。睡完起床，为什么你要把声音讲？叫早餐吧，这是我自己的。哦，哎，帝国大厦地铁。冷淡啊，我们要退房了。在这栋豪宅最满意的东西，超酷制冰机，冰块自己用水帮你做好，你就不用自己倒，我超满意。接下来因为我们都花的有点多钱，所以我们要去我们的爸爸 Google 那边蹭饭吃，每个月会发薪水给我们的爸爸，没错，免费的 Google 饭，拜拜。比分手还难过，人数很大，所以我们就都待在里面这样。我可以发自内心的询问，这样一个月是多少租金吗？3000多吧。3000多美金？3000多美金？纽约不是人过的，我要回台湾了。这样哦。然后再这样，要3000多美金，哇哇哇哇，非常无敌宇宙漂亮哎，人家有点怕高，很漂亮哎，有那么大的顶楼。我已经到纽约 Google 了，我的化名是 Lucasan， 非常隐秘的潜入这里。Google 的办公室大到我要迷路了，我真的好怕走丢。我的老店，这是员工餐厅还是百货公司？他们竟然还有汉堡点菜单 ，Oh my god， 可以客制化，我不要洋葱。他们甚至水里面再加一堆水果，我个人是。强烈认为国小校外教学应该要来 Google， 这样子他们就真的会超想努力读书的。比薯条还有汉堡，都瑞瑞的拉面，这样比我们在美国吃的餐厅还好哎。是我在美国吃到最好吃的薯条了，真的假的？试试看。瑞瑞，我要换工作了。
我现在开始读书。放 Google 了。Nice to meet you。我们家点了一碗面，太好吃了。刚刚煮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Google 餐厅现在是我仅次于台湾炒饭的第二名，我是认真的。纽约的 Google 大到有车子可以租。我现在开始练我跑百米的速度，甚至有乐高区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把它撒在都瑞瑞会经过的地方。不行，太痛了。观光客现在来看纽约的市场，纽约的菜市场好浮夸。那这是文青市场。市场的楼上就是 Google 另外一个办公室。好 ，YouTube Music， 我喜欢 YouTube Music， 请给我演算法。很多 YouTube logo。我们的衣食父母区，这个走廊比我在台北的家乘以五十还大。我也做一个走廊。Google 走廊在同一个区有三个办公室，哎，要回台湾了。热的凶猛野兽，不管是哪个机场，半夜果然很空呢。我现在办完登机手续了，不过我有点不清楚为什么不能用行李绑带，因为商务舱满了，他现在是商务舱候补。地勤就跟他说，只要有人没搭上商务舱，他就可以搭商务舱。他现在想杀我。我要离都瑞瑞两公尺远。三碗泡面，这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最后一餐。好耶，这时候吃泡面最开心了。Please don't have my dog, but this is a special assistant.